老弟，你去问妈要点吃的，你觉得妈会给吗？那肯定会给嘛。是。老妈，有没有零食？我要吃零食。妈不是吃饭了吗？零食吃多了不好。就你吃不吃零食？我想吃一点。你不也是一样吗？跟你说吧，老妈就想让你多吃点，就会吃饭的时候让我们多吃点菜。啊，你这啥都不懂，你就被我。妈，让爸和老弟把碗刷了呗。不是，我说刷完了咱们切月饼吃。不吃了。哎，多多多了。媳妇，我出去一趟啊。Okay. 为啥？但我今天心情还挺好的，陪着你，我心情会不会受影响呀？开玩笑，我开玩笑。老弟，谁来了？不是，我来给你看看视频。不看。赶紧走！我知道，我现在看，隔壁家比我小都抱孙子，我什么时候当爷爷？啊，真可爱，那小脸。哎，我也捏一下。妈，我来还没吃饭呢，给我蒸点饭吃来。我还想着吃饱了和你们说件喜事呢，关于你们当爷爷奶奶的事。你加那么多菜，我都吃不到饭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吃饭。你加那么多，你故意的吧？不是。老爸，你看老弟，我拖地了。爷爷妈又干什么？我们玩下去游戏。听着，咱们去玩去了，分到多少玩多少，好吧？下一位。来要了，玩个游戏要公平公正，但是我们的钱。认了，下一位。玩完了，钱我们可以拿回去了吧？我还没玩。老爸气走了吧，一个人贴了吧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看你就烦，滚！要不这样吧，老弟，我帮你贴，你上楼打会游戏。嘿嘿嘿，老爸，老弟把对联贴好了。这么快？对，你来看看吧。
老弟，找点事做呗。知道吧？去年我和我爸就用切符的，效果特别好。真的？我给你打个名次。什么喜事呢？爸妈，你们是不是想抱孙子孙女？也就是想抱小孩，对吧？对对，差不多。是这样的，我呢给你们找一份工作，叫月嫂，这样的你们天天就能抱小孩了。儿媳妇没来，就我一个。爸妈，我中午还没吃饭呢，能不能给我整点饭吃？这个能给我整点管饱的吃吗？老妈，还是你最疼我呀！你看老爸，感觉我好像不是他亲生的，幸好有你老妈，要不然我的心里。爸妈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说实话，刚才那个画面啊，真的非常让我……刺激！老妈，素娟午饭还没吃呢。老弟，几天不见，想不想？不是啊，我们两个现在做。老妈，让老弟把电脑给我玩一下。你就别烦他了。你弟在上分，你别打扰他。一家人要相亲相爱。哦，不是，是我媳妇要玩。没来。等一下，老妈，过一会儿他就来了。过两天我就带他来。爸爸好，现在坐，现在坐。哎，妈妈呢？哟，妈妈在学校里，我来叫她。都几点了？能起来干点家务不？你来管吧。这样，你起来把狗拉出去遛一遛，解个小便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说的啊？一个字，绝！妈，老爸，快快回家！我头上烫好了，肚子疼。
哎，妈，我刚才话没说完，我说我肚子疼。今天老妈生日，你们打算怎么过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去给老妈买礼物的时候，顺便给你们带了一个礼物。哟，长大了。刚才是给你们开玩笑啊，这才是你们的礼物。这下不开玩笑啊，这才是你们真的礼物，相信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再相信你一次，如果你啊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等一下，你呀，老板等一下，等你。好、哦。要不去哄哄你媳妇？哎呀，哄啊！我说，哎，你这样，你现在哭一个，我拍给你媳妇看，就说你自责哭了。哪能哭出来？你这闹！哎呀，你想象一下呀，你说你媳妇生气了，你很想哭，很自责。哎，对，哎对。老爸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？嗯，起来扭两段。大晚上扭什么扭？哦，老妈说明天她出去旅游，后面几天都不在家。哎，好了，你让老妈吃多少斤了？哦，对了，爹，老妈说这次旅游要把你媳妇也带了，所以后面几天你媳妇也不在家。